创下韩国收视冠军。对我女儿来说，她是唯一的爸爸，这是整出戏里面的重点。你到底有没有尝试？怎么可以随便删台词？连续剧编剧就是金慧姐的女儿，等你知道她是谁，我很想看到你的表情是怎样的。这只是开始而已，就算我掉进地狱也无所谓，我一定要亲眼看到他们得到报应。背叛爱情，未来戏剧台2月22日晚间9点。